欢迎收听有声书《春秋战国真有趣》第五册。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。第三章：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。魏、魏和赵、楚之间的这场混战，从公元前三八三年到公元前三七九年，持续了整整四年，给魏国和赵国带来严重的创伤。 数十年后，苏秦谈起这场战争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刚平被破，中墓被毁，皇城被克，吉普被烧，都不是魏国和赵国的意愿。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两国可着劲儿互相攻击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吗？对于魏国来说，后果还不仅仅是这些。前面说过，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。” 当年魏文侯进攻中山，还得从赵国借道。魏道交恶后，赵国断绝了中山与魏国本土的交通，魏国便失去了对中山的控制。中山的原住民敌人趁机起事，赶走魏国官吏，史称中山复国。魏赵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韩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，抓紧时间扩张自己的地盘。 公元前三八五年，韩国攻郑，取阳城，又攻宋至彭城，俘虏了宋军。公元前三七五年，魏国伐楚，双方交战于榆关，韩国趁机入侵郑国，将郑国灭掉，并迁都于新郑。赵国继续向东北扩张。公元前三七七年，赵公中山。 战于房子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高邑。公元前三七六年，赵又攻中山，战于中人，获得了中山的大片土地。公元前三七二年，赵国再度入侵魏国，这个魏国是保卫的魏，攻取七十三个乡镇。三晋中的魏国魏武侯伐赵就魏，在蔺地，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离石，大败赵军。 公元前三七零年，魏武侯去世了。魏武侯即位的时候，接手的是一个当世第一强国，但是他用人失察，逼走吴起在先，外交失误得罪赵国在后，以至于楚国有机可乘，差点陷魏国于危亡。魏武侯死的时候，尚未指定继承人，他的两个儿子魏婴和魏缓。 争夺君位，又向魏国于分裂。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成侯，赵敬侯之子；韩国的国君是韩义侯，也就是韩文侯之孙。有人对韩义侯说：“魏国的两位公子争夺君位，您难道没听说吗？现在魏赢得王错之助，占据上党，拥有了半个魏国，与魏桓打得不亦乐乎。” 您如果现在出兵，就能将魏国置于您的控制之下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韩义侯听了很高兴，于是联络赵成侯，两国联合出兵，在卓泽打败魏军，将魏婴包围。在下一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，赵成侯和韩义侯发生了分歧。赵成侯的意思是杀掉魏婴。 以割地为条件，立魏缓为君。韩懿侯则想让魏婴和魏缓分治魏国，魏分为两，不强于宋魏，则我终无魏之患矣。两人各持己见，都不能说服对方。韩懿侯一怒之下，引兵退去。魏婴趁机反攻，将赵军赶出了魏国，并且杀死了魏缓，自立为国君，即历史上的。 魏惠王为什么不是魏惠侯呢？而是魏惠王？以后会讲到。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，不禁替魏国捏了一把汗。魏惠王之所以幸免于难，魏国没有被分裂，完全是因为赵、韩两家意见不统一。如果采用任何一家的策略，魏国必分。所以说，国君至死不指定四君，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。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三晋同盟就彻底解散了。公元前三六二年，魏相公叔痤讨伐赵、韩，在会北大败两国联军，生擒赵将乐作取得赵国的疲劳、猎人、肥等地，报了当年卓泽之仇。魏惠王十分高兴，亲自到城外迎接公叔痤。 要赏他良田百万亩，公叔痤拜谢了魏惠王的好意，却坚持不要赏赐，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士卒用命，勇往直前，视死如归。下臣只是趁着敌人有所疏忽，猛击战鼓，不敢懈怠而已。魏惠王说：“士卒们表现好，是因为您平时训练的好，那也是您的功劳。” 公叔痤起身离座，正色道：“能够把士卒训练成这个样子，非下臣所能为，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。谁？吴起。”公叔痤接着说：“如果不是吴起当年打好基础，制定了一整套治军方略，魏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呢？下臣不过是站在吴起的肩膀上，稍微尽了一点力而已。您要赏。” 就赏给吴起吧。魏惠王点头称善。这时候，离吴起在楚国被杀都已经有十九年了。魏惠王命人遍访魏国，找到吴起的后人，硬是赏了二十万亩土地给他们。如果吴起泉下有知，多少会觉得是个安慰吧。第三章吴起变法到此结束。 谢谢您的收听。